我非得敲锣打鼓的跟你说句，谁要趴下我认识狗，我走。哎呦嘿，你弄着你看看。妈，你来了。哎呀，给，今上午恁姐来了，给这肉都炒炒。中啊。还有那一天着烧鸡，也试试今上午叫吃吃。我着急，恁还吃呀？啥呀？恁吃了？我还跟恁交代呢，那东西白吃白吃，恁都可该家吃了吃。那还想吃嘞？那不中，我一会儿再去给你买个，不中吗？你看看，我走了，我都交代恁，那东西到恁家来了再吃，那非得一顿的恁可吃了吃。妈，那买一个不一样啊。哎呀，别说了，以后了，我跟你说，交代恁的话，恁给我记清楚。中，我不吃面子。不来了你不来了不早点说，这幸亏俺没得租的，那租就咋弄？真是那个人，不来不来算了。那你这是弄啥的呀？哎呀，恁姐又不来了，我不提走，不提出去。那我这俺姐不来了，你拿的东西你再搁住提走啊？你放这家俺吃点咋的？你都真偏心。那吃啥吃？那吃那自己买吧，别光说。那不是妈，那牛也是牛，那孩也是孩，那孩吃点你拿的东西咋了？哎，你至于这些偏心不？再说了，你这些吃的喝的不都是俺出的钱？哎。哎呀，你别光说那些。那真偏心，你咋不去那酒店呢？我不管你。你弄啥来这是？我弄啥的？哎，你看恁姐说来的，我弄点东西，我叫孟晓给他炒炒的。这恁姐又不来了，那咋了？俺姐不来，你是准备再给她推溜溜去？我不推呀、啊，我说的恁姐不来，我去给她说去。咦，说去好啊，说去了之后你也不用回来了啊。你看你说那话儿，那说去我都不回来了啊。那你看你说那话，人家不笑话哎？人家笑话，你还怕人家笑话哎？我跟你说，今儿个俺孟轩，我非得敲锣打鼓的跟你说去，谁要趴下我认识狗，我走。哎呦嘿，你弄着你看看，你做啥干那活儿？哎，我就给恁姐送点东西，你都搁住一样，叫人家都着一样。妈，你干这丢人不丢人？快！孟轩，你媳妇儿以后伺候的你是孟轩，你想想，那牛到时候会伺候你不会？他还有公公婆子嘞，你天天这拿这东西，你给他会咋着？这值多少钱？哎。那是怀孕都不治，你搁这会咋着？你非得让孟轩生气，哎，天天弄啥嘞？那中你不会好好跟他说？你给他别让生气，天天弄啥那是？给孟轩，给吃了吧，咱就上楼嫂子吃了。我干嘛？我不吃。孟轩，吃了吧。我意思说赠你那点东西嘛，你看你都提过来了啊，那你再提走，你好看不好看？哎呦，别生气了，孟轩。哎呀，咱把你骗心意，那吃吧，咱把你骗心意。嫂子，恁就上楼吃了吧。你别走了，你在这吃饭呗。哎呀，我不吃了，恁吃吧。偏心他也不是这样偏心的，他说点那东西叫我给咱姐炒的，我二话不说我说炒啊，烧鸡你给他吃了，他可不愿意了。中了，孟轩，没事不用管他，他就好这一时你。哎呀，别说了，这个好赖东西还搁这儿了吧？一说还说通了，别生气。别说了，你吃吧。你哥，你不穿，你接着穿去吧，去穿吧，穿吧就。那行了，妈。我给街上买点菌子，可得看着。给我这吧。妈好奶。你这奶，哎，妈，你有奶吗？猫奶，哪来的奶？猫奶。你这猫奶。哟，我会缺你猫奶呀、啊！你想。妈，你喝啥？哎，我刚才都看见你喝了。看见吧，这豆都没拆口的，穿亲戚的回家喝。你叫牛喝一瓶奶咋了？哎。不想喝。走，牛，咱不喝奶了，奶。你那头可有啥用啊？已经，海涛，你搁这弄啥嘞？咋了，孟轩？给外边闲话半天，你都没听见？哎，让牛喝瓶奶，咱妈都不叫他喝，还藏着掖着说没奶。我一掀开都说，俺牛不叫喝，小孩们喝点奶弄啥嘞？你都不会去看看？哎，我都不知道弄个东西藏着掖着干啥？那天天那毛病，孩子不说该。那毛病就是不说该是不是？那毛病，你喝啥可以？你喝，你不是说你拆开口了？没拆开口哎！你看恁这牛那一瓢，大牛也要，他也喝，他也喝。给。你看，那我就叫你两瓢，我还能喝？这毛病你就是不该。
片了？喝那你喝着有啥用啊？拿过来，还都拿过来，还都喝过来。让他一拿，你拿两片一下。妈，我跟你说，这奶爷本来就是不叫你喝的，都是小孩们喝的，你喝着能啥？啥小孩们喝的？你天天弄啥了你？我弄啥？我弄啥？那不都是因为你？那不是都因为喝这东西？你要去他不参，他不管，他不会。以后啊，你学会我奶。孟雪，有啥咱全部摆那屋，就我们俩喝一瓶。就跟没吃过东西。不是，你看你想多少东西？你想那样？你喝了点儿，今天你啊，你又喝一瓶，咱俩一瓶。我跟你说，王孟雪，你真给人，你要去喝喝喝喝，你不穿，你今天穿去吧，去穿吧，穿吧，就拿东西喝就穿去了。以后啊，孟雪。该东西全部拿屋，该走去屋去，啥东西都别想出来买。你啥东西啊，小孩？走，喝呗。那牛奶了还不够意思，你还去我甩甩？你不是穿进去？我咋了？我穿进去咋了？穿进去不会再去买？真不是个东西，你想不知道咋遇见个这一枪，孩们吃嘴，啊他娘吃嘴，养个孩不是个东西，来我替你甩甩，真是我拿光拿去。还狐狸呢，在我房里瞄一点，你要没走过那扇窗，别笑的不由你走过，真不是个东西。这破小子呢？你。我去买点花费下的鱼来去撒撒。哎呦，你下来你看牛多了，你叫我去吧，你该回家吧，你别管了。你叫我去吧。哎呀，你回家不得牛不妥了。你赶紧去吧，你赶回家吧。那走，然后找我去多了，你不用管了啊。嗯、我买点花费去，你快赶回去。这下了一天真冷，那跑啥跑？哎，这回来还老快的，这不是也会干活呀、啊？就是。你们做事一样可磨叽啊。今早快撒点了，没完，我去买花费去了。碰见爸的，俺爸去买去撒撒去了。啥呀？你叫恁爸去干活，恁的活你叫他去给你干。就是恁能弄啥嘞？哎呦，谁说叫他去干？下着雨，你叫他去弄啥嘞？我哪叫他去干了？碰见了，我说也不中，叫他回来不中你，我去干。俺爸说你不回家不得牛吧？你那事真叫一个多。就是，肯定是你叫俺爸去干的活，他还不干，你去给恁干一下，老主归你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去给他叫回来。赶紧给他叫回来，不要去干。跟他说以后不要给他干活，再干活他死。肯定是他家俺爸去干。想你老没意性，自己活不敢去给他干。真的死一下。别撒了，别撒了，我不要你。咋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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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赶紧回家去吧啊！你要咋没？我要咋了？你。牛了，我一看看，我想咋的咋的，你不用管我，你赶紧回家去吧啊！回家管完那小屋去吧，我实在是弄不了了。我叫你给我干个活，你那媳妇儿给家过日，你凭啥给我干活的？哎，你媳妇儿给家找我事儿了，你这跟哪是找跟哪了？这是他给家的，你去吧，往后不让你给我干活啊！挣钱的事儿，我你别给我干活。我不会，给家的这是？给家的。我给他都别整，整天在这倒水上弄的，叫干个活都干不好了。你那号给人家干活呢，自己活不干，你那号给他干活。你以为孟雪值钱了？下着雨，你也不知道去干啥干。就是你值啥钱了？自己家活都不干，叫人家干活。我跟那司机说好了，我说你叫那跟那地里的陈商，你又咋了？笑话孟雪了？我咋不笑？他到地方，家伙不是都拽了呀？拽是拽着拽，他好拽，这你可看见，看他多厉害。有点人物毛病啊！自己家活不干，你大半晚的。自己家活不干，就要给外人干活。我一看大伙干活咋了？我一看你是，你就要给外人干活。你硬奶的，你啥奶？你算啥人？别说了，管好啊！我谁都不想能给我干，那该往哪能往哪吧，咱就别给一块。你说啥往哪去？你叫谁往哪儿了？叫你往哪儿去？叫你往哪儿去？告诉他妈，你告诉他妈。说的对。你再给我说一句。你不想干，你爱干。你不想干，我也来光干呢。就是你干，就是你干。我想干的，你管哪呢？你管哪？你哪好干？你哪干？管你啥事？自己家人，自己家不干，你要干他家的。你作为说，你不跟他一家人。去，你给我叫我做什么啥？你管我？你有本事给我支持，你别给孟雪支持，中不中？这都是俺姐的错，都是他错，我也不跟他一家人。谁哪好跟你一家？恁姐错了。那蚂蚁带坏了，还能接着你哥不管就他错，你赶紧出去。你咋不出去？赶紧出去啊！我不去，管不着你的事儿。以后你别弄那，以后这他要下了雨不中牛，容易不容易？我说。
啥长得一样的啊？啥心的长得一样？你去呗，你出去吧你。你抱着我干嘛？我跟你说，你这都能把孟学说给他撵出去吗？别接我打你！妈，给他撵出去，给我孟学撵出去。你再给我说一句，我再给我说一句，你再给我说一句。王梦雪不是跟你刚好也不会生气，我跟你说，以后你别有那公公。我家老管呢，那你也别跟这住了，你也走吧，你也去走吧，鞋放你鞋放，我都抓你好了，你鞋放，你给我别了，你抓住干嘛？你走吧，你走吧，你去吧，你去吧，你去回那边去吧。赶紧开门！谁不要给这王老？老稀罕那老公干活。